我们今天这个作品就是什么？设计师的焦点，随便定位图。你这个冰箱到时候买多大了？80多？就80以内的，80的82左右的吧，75左右，双门。我是长，我是牛。这是桌子的边边，桌子的边边也是那个水吧的边边。接你来验收，这测量有没有资金，对吧？啊，这是测量有没有资金啊？这新建的墙体。然后这个中间是吧？啊？这个资金是那个中间，测下。过来就资金。这个中间画一个高度1米1的这个插座，是这里到。正好现在留一个3楼台，这样排过去。卫生间总的也是40000的，多加上29的那个。卫生间里面包括这个浴霸，还有那个地热膜衣啊什么的，反正就给你怎么转，足够了。它那个总计是40000的，到下面的东西是25000的，然后是25000，哎，有一个正网线，嗯。那右侧过来就是哪个？正网线是单了牌啊。好的。好啊。然后卫生间。卫生间有哪些东西？卫生间地热毛巾加油啊，应该不要了。我也特别问一下设计师，我现在卫生间我都拉4个平方了，烦，有的拉2.5的，有的装小书包嘛，烦。嗯，现在到下面2.5的。下面2.5，对，九件啊，4个平方，好吧，这个沿着这边有一个小书包，啊，有个小书包，这里有个小书包是吧？好。这是极热式的还是？就是抽水的。那抽水式就行啊，那我2.5。抽水的这个就是单独给它拉一个嘛，就跟这个普通它是不一样。单独拉。这个要使一个方案子嘛。